姑姑会不会想说，这一阵子都不要参加那种会遇到朋友的聚会，免得大家用奇怪的眼光看她，就想问八卦但又憋在心里的那种气氛。因为姑姑应该是还好，因为大家认识她的人就知道，所以不会特别的想要就是不出去。可是最近她真的有比较常待在家里。你们这些名人准备留点出息不？我不算名人吧，我是主持天后哎。你明明就是去，我们去聚会的时候，就是那种眼神不自主的流露出来一丝狐疑，害人家压力很大。可是因为我也经历过啊，你看那时候家暴事件，那是真的。官司都打赢了。你会参加聚会，然后会觉得压力很大，就是还要表面上装作没事，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大家就是在谈笑风生之余，一直想说，哎，看你们有没有。所以不管你怎么样，一见到大家面就说没有，根本没有这件事，大家还是会就是你要先开自己玩笑，比如说啊，我老公昨天又打我了这一类的，然后让大家就比较轻松。你老公昨天打你了？对啊，每天。你穿裙子，可是你今天来有准备好我们要问这个吗？没有哎，我完全忘记这件事了。我们要聊什么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还好啦。所以钱德月小姐都没有警告你说上康熙不要啰嗦吗？没有哎，我忘记问她这件事了。她有就是赋予你可以谈她的事的这个权利吗？有，但是还是希望我就是斟酌在他自己个人本身上面，就是家庭跟处理方面的事情，就是不便多说。所以你是说可以讲他人有多美跟多好，是不是？他一直都是姑姑。没有了。钱帅军站起来以后看也不是个胖子啊。钱帅军比较吃亏的是他的那个下巴。哦，对。不然他身材完全是很标准。下巴的，下巴跟手臂。下巴这样的女生，如果在嘟嘴装可爱的话，她嘟嘴反而看不出来两层，不嘟嘴就两层。对，因为我嘟嘴反而把下面的肉往上提，然后只要不嘟嘴，睡觉怎么办？这个我已经问过非常多的方式，就是消脂针，可是它会消得不均匀，所以不行。然后打电波拉皮也不行，因为电波拉皮有限，这个效果没有那么大。然后再来就是我想要抽脂也没办法，肉毒是打肌肉，也不是打肥肉，也没有办法。所以这辈子我就只能这样。那欧洲贵族那种领子呢，就是这样。你说长，你是好消极的面对法。你说长期穿那种，有一种往外喷的那个领子啊。不是啊，那我就弄那个永远穿高领不行，因为你穿高领之后肉反而往前更挤，挤更多，所以就只能靠化妆把这边涂咖啡色。对，我就是现在就是涂很深的咖啡色。可是我之前胖的时候也有哎，之前胖的时候有，瘦了就会消。可是我现在瘦了完全就不会消，因为我什么地方都消，连胸部都消，就是没有消的方向。所以你那块就是注定终身要跟着你。对，他终身他就是很不想走。你看，可以留胡子啊。你不是每个都没有的。就是发疯，就是想要去做下巴，想要把下巴做长一点，应该就不会挡住那边。我想做一个围墙吗？对，就做一个一道很长的墙，这样做下来，跟维明哥差不多。不是，应该就看不见。这个应该是只要把肉往这边勒就可以了吧？没办法，我甚至还有做这边的运动，就是往舌头，就是有一个动作是舌头往上抬，这样。有，那大 S 有教我。我大概做了快一年了吧，还是这样。我每一天看电视就这样。你要往上，你不是往前。往上，我现在是对镜头，都是这样。还是没有。这样应该会分手吧。而且有一阵子就是舌头还差点要抽筋，就是回来的时候很难过。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太怕他才那个。你心里怪怪的。没有，就是我想尽任何的办法。这个跟胖瘦无关，这真的跟胖瘦无关。连我妈都说你真的有点过分，而且我有时候就是流汗的时候，这边还会粘在一起。哎呦，这是真的还蛮严重，真的。因为我有时候看报纸。所以你主持的时候，答案卡可以放在这边吗？可以哦，如果照片就湿一点，就还可以。还说你这边滴一点流苏，让它加点时尚感。你说看报纸，看报纸，你不是看书看报纸都这样吗？然后有时候在家，然后吹一吹冷气，就是还是会热。然后你起来的时候都会有那种肉跟肉就啪哭的感觉，就撕开。然后我就要拿卫生纸擦一下。所以你现在只能靠调适心情来面对这件事了。对，我只能靠就是我就是这样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的这种心情来面对。你有历任任何交往对象抱怨过这个吗？有一个摸真的是有点夸，这个是很舒服的一个位置，就是我的那个肉，就是我觉得蛮好摸的。就是其实男生说很好，好满哦，好，这里有东西耶，可以摸看看吗？
好像有一个什么在那。蝴蝶，你过来点 S。好舒服哦。他没有，他好平，好不好？小妞啊。我要想象那样子哦。可是其实他这，你那个如果光闭着眼睛只论触觉，你那个比较好哎。对啊，就是男生是说，如果哪一天我要亲吻你的时候，就是抬你的下巴会有那种呜。我知道怎么弄。这样子，这样你没有在帮他想办法。我一定要这样子。好搞笑。所以我出去的时候都要这样，大家好。太紧张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分了两组呢，就是一组说要非常严格的监视自己，而另外一组说怎么吃都吃不胖。而妙的事情是，他们两组人通通动用了针灸这件事情来让自己变瘦或者变胖。有想办法让自己变胖而去针灸的举手。所以最多针到多少针？好多哎，就胸部啊、脚啊、手啊都有针。你说你在中医师面前裸露吗？她是女生，全裸的给她弄吗？上半身而已。上半身全裸，连内衣也不穿，因为他增胸部，他看不到那个位置。增胸部是要让它变大吗？当然啊，不然它变小。那没钱了吧？增胸很贵。有变大吗？就还好，还不错啊。可是那样，因为整个都那你裸露在他面前要跟他聊什么？我都会闭上眼睛呢，因为不知道跟他聊什么。有音乐吗？对，看他会放就是像什么小鸟流水啾啾啾的啊。又是做 SPA。所以他就让你要放松的感觉。痛不痛？会紧张。如果你很紧张，那现在是状况是什么？现在是瘦的。为什么不继续？因为是生病的关系啊。那为什么不继续针呢？继续针，因为想说先把病治好再针，因为针那个不便宜啊。针一次要多少？好像十次一万多。好贵，还好小姐，一次1000多，一次1000多，小姐现在很有钱，可以赞助啊。不是我们干嘛？你为什么不赞助他针灸啊？好朋友这样，你不是最希望他胸部变大吗？有什么贵呢？那不然你回来都跟我们抱怨，我没有抱怨啊，你一分都要不到东西吗？那对呀，又抱怨到哪里去了？我都没有进去，对不对？跟你们好好聊聊。所以这边有针灸减肥的吗？有，就贴耳朵哎，它那是像一颗蜜哦，很小一颗，然后会捏你耳朵，然后就用粘的，然后整排耳朵都会粘。是刺激穴位，它那是刺激。米啊？那是埋针吧？就是一颗很小颗的，很像那种小豆子这样，埋针。那就不是针啊，是一颗米。可是很痛哎，它这样压下去，那个硬硬的这样。从你的穴位这样直接穿过去，这样好痛哦！然后要在你的耳朵里面待多久？一个礼拜，就基本上是一个礼拜，差不多。它会自动吸收，对。它埋一颗米在耳朵里，就大概米的一半的大小而已。没有，是羊肠线啦，是埋线，不是埋线，不是埋线，不是埋线。那我那个是比较早期。埋线在里面干嘛？就是有些穴位，然后它就会刺激，你就会变瘦。对。你说那条线会在你身体里面走来走去？不会。只是刺激一个固定的穴位。埋线是现在比较流行，我那是很早期的。你就是像埋笔芯那种东西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它就粘上去，然后用一个胶带粘起来，它会自动吸收。但是那个好痛，因为它会拿那一颗一直压你的耳朵，压你的穴位。嗯。所以你睡觉压到就会痛。会会。那它的功能是什么？就也就是刺激那个穴位，对对对，让你比较少。你只要肚子饿，你就压一下，你就不会饿了，就会痛吗？痛到没有食欲。那你自己掐人中也 OK 啊，因为人中不是最痛的地方。叫你妈打你后脑也可以。你会站在便利商店的食物区前面发呆，想说到底要不要吃它们吗？我就是减肥减到疯掉，你知道吗？就超级饿啊，然后我就站在那个。我明明要去领钱，然后你知道 Seven 就很多那种什么茶叶蛋啊，那种热狗好香哦。然后我就一直站在食物柜面前，然后我就一直看着那个食物，想让它是吞到我肚子里面的感觉。然后大概站了半个小时，我朋友进来踹我说：“你到底好了没？你不是要领钱吗？”我才醒来，我整个饿到一个就是连做梦还梦到自己吃打火机，巧克力形状的打火机。这是你这一次在瘦身的发生的事吗？晚餐的时候，因为晚餐是吃很少，是。不是分手了，吃打火机应该是分手。所以踹你那个应该就是你男友吧？不是啦，我们现在把它解释成一个暴力。蝴蝶相依拉肚子，各有各的小配博。我的病就是新陈代谢会超快，我大概一天要进5次厕所。不是因为吃了减肥药什么的。不是，我的
它自动发生的。对，它就自动拉很好哎。